哇，还在滴水啊！哦，那个夏天的哈、哦，夏天的那个驻车冷气啊、哦，不管你要怎么安装哈、哦，其实都可以啊。哦，像这种是最简易型的安装法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这个东西，直接装上去，然后用这个海绵，哦，像这样子。哦，这个滴水直接拍下来这样子，尤其到营区可以直接接电，像这样子。哦，这一台是大叔拍过的那个 T3 的、啊，没有像外观，只是会这样凸出来一点点的、啊。然后你去钉这个木板，把它钉一个，看有没有，直接可以这样子。里面就像这样，哎、欸，这样里面可以几度？昨天晚上吹到16度，起来刮咖啡机。对啊，昨天晚上吹到16度哦，阿姨没遥，昨天晚上遥控器没有电啊，没有办法感应，然后一堆一直开吧。感应你什么意思？它是遥控器，它这一台遥控器哦，要它的感应器在这个。这里啊，阿宇这一个阳气会感应室内温度啊，你阳气都要脏都要没电啊，所以压缩机就一直吸着啊，它的吹到16度啊，就最低就对了，哎呀、啊，最低就16度啊，所以你昨天这边是16度，哎呀、啊，要修嘞，我刚没洗，哎，回去再不搞，嗯，哎呀，你昨天你那个要透过逆变器吗？不用吧，你直接接外电吧，没有没有，我这一台有。220，这台冷气是220的。220的哦，你是220的、哦。对啊。哦，你是用家用冷气。对啊。这是台湾的吗？不是哎、欸。一样是对岸的。对岸的。哦。因为我们台湾没有这么小。没有这么小、哦嗯。你这样要买这样一台多少钱？我好像买5000多块而已。5000多块，含运费就对了。含运费。哦，那很便宜的、啊。对啊。其实这个是家用冷气。对。对。可是你看哦，它的功能都是车子哦。嗯。车子。车子。对啊。车子啊，你也用诶中翻译那个扫一起车上车用模式诶。哦，所以他这一台是在他们大陆是在房车用的。应该是哦。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我用的车用模式。啊，他有说这个可以用到几平大的空间吗？我买的时候是3至4平。3至4平，哇，那你这个一平大，那当然你会这样子、啊。甚至你今天还可以用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扇？循环扇。循环扇把它吹到外面来。对啊，所以我都坐在这里。对啊，很凉啊。对啊。听说这一台 T3 哦，在环岛的时候，它是带了几颗电池，带了1000多，1000 AH 的电池，下面它全部都是电池。电池、啊，那个也是。我今天在它旧啊，今天在440米。440而已，可以出去吹好几个晚上。你有算过这样子一个晚上用到多少电吗？没有呢，因为我都是一天露营区充电，一天用。嗯、一天露营区充电，一天用。对啊、哦，对了、啊，这样也可以啦。440用不完的了。哦，你用前后用一个夹板呐、啊啊，把它夹住了、啊啊，然后刚好做一个倾斜、啊，不然的话排水的问题啊。啊，你安装这个很快吧，一下下而已啊。你要看吗？你要收了吧？对啊。好，那你顺便收好了，来。非常的方便，这个把它移在这里。你看，它都是用磁铁 哦，你看这个都是磁铁，有没有？一个小方法，像这个就是磁铁，磁吸式的，把它吸着、哦，吸着，开车又不会掉。对啊，就这样吸着。你看，所有东西都是磁铁哦。哦，磁铁是我们露营的好朋友。电源拔掉。嗯，啊，你是放在椅子上面这里吗？我说你这一个冷气啊。冷气没有。好，他先，你要慢慢来，我们先拔电。先整理起來，然后顺便我们看一下那这里的东西。哎、欸，真的啊，通通都是磁铁的呢哦。对啊。我、哦、刚好你这里是一个可以吸啊，但是有些人这里是吸不了啊。全部都。哦。原来 T3 这一块这么好用。对啊。难怪你喜欢这台车。欸、你不要，你小心点，会不会掉下去？刚好是卡住哦。对啊。
欸，水有一点滴滴水。哎、欸，我刮，我起来出着嘞。有滴水，滴水的问题。滴滴。哎、欸，这个像这个水的时候，自己就要小心，因为它有时候没有滴完呢、啊。哦。对不对？来喝啊。好，来，拆了就好了，然后就放在这里。放着就好。嗯。下面弄个布，把它吸水。因为它这个下面是一个水盘的、啊，哦，所以水还是要让它滴干一点。我本来都是从后面拿出来的。哦，你就直接从后面拿。对啊。啊，后面拿你怎么拿？一样可以。推出去。推出去而已。然后这个。这个是自己做的。对啊。谁滚的 ？OK， 好。然后关起来。好了。它冷气都拔下来了。简单方便又好，那、还好你这个窗户够大。啊，我就是量这个窗户，去找了这一台冷气，找了恒温底哦，底下9点开始找，找到晚上12点多才找到。找到这一台冷气哦 ，OK 了，好了。要拍，你要拍一下，来来来。你看，连蓬头胎还可以洗车呢。对啊，哎呦。有车底水箱就是可以这么任性啦，你看没有用完的水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离开营地了，就顺便把它拿来当洗车洗洗。哎、欸，你如果连蒙头这个够强一点，整台车可以洗了。对啊，我这打算是整台，因为水箱它水很多。你有几边可以出水？啊，两边啊，就在侧边一边啊，后面一边啊，所以我先洗。先洗这一边。然后洗完再去后面洗，因为没有用完的水就把它用。冲一冲就好了。就不用再。还有又不用载重量，对啊，要背重量回去，换后面啊，嗯，换来后面的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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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袂歹呢吼，对啊，也都兼洗车，你家以前追修个快，哎、欸，来来，不败教你一下，你看洗车，冲一冲，哎、欸，我车买好卤白啊，洗车，你家己嘛有诶啊，你家己嘛追修你洗咧，对吼。真的贴在我的耳边，对，停在这边两天，产生了灰尘，灰尘太多了。哎、欸，洗一洗，哎、欸，这个角度，洗洗这个、角度刚刚好呢、欸。然后这边又可以拉过去侧边，对，还可以拉侧边。哦，就把车子洗像这样子。哦，水那么强。哦，你那个连蓬头太强了吧？对啊，这就早英他们家的啊、哦，魔术家他们家。刚好整台车都可以洗到。啊，刚好把里面的水洗完，好像不用加重，就不用再回去了。对啊，现在就没那挡大雨冲天。120公升，漏掉嘛，无菜啦，无菜啊，对啊，刚好拿来洗车啦，拿来洗车，刚好，不然这哎、欸，这个时候你如果拍洗车太浪费了，对啊，会被骂。说哈、啊欸，大家都在缺水，你要把它这我们利用剩余的水资源，浇花、浇草，把树上那个也把它，把它冲掉，没有？对，那些这个树叶 OK 啦，反正还有水就尽量用到不会动而已。可以。啊，你们洗脚哦，对不对？哎，各样洗脚洗去嘛，哈，对对对。大叔可以洗脚，洗脚哦，洗一洗啊，多方便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嗯。哎、欸，这个水真的不用白不用啊，不然你嘛是该漏掉啊。嗯。今天你嘛是该漏掉啊，对吧？遇到大便了，洗一洗。哎、欸，洗一洗又很干净了，哈。你看，出来的时候脏脏的，回去就干净了，回家了，对不对？120公升够用哦。够了哈。其实那天跟那个四少在竹南那边啊，哎、欸，他们两夫妻跟我们的用这种洗澡。啊，你提供、啊、你提供几个人洗澡？4个啊。4个，还有你老婆就对了。对啊，就这样洗就还好、啊。哦，可以。一个人差不多20来公升就10几公升。哎、欸，你那时候是用加温水箱吗？就加温啊，对啊。你用热排加温呢？没有，因为距离短，所以我是用热排。瓦斯热排加温。嗯。